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拉斯维加斯飞西雅图的机场等飞机，我们准备回中国了。然后，今年出来很长时间，从四月份一直到现在有八个多月了，终于可以回家了。然后今年呢，收获很多，成长了很多，也经历了很多，然后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，然后我们中国见，加油！我们现在到上海了，然后已经拿完行李了，很多行李，然后等着去隔离了。隔离的时候就当好好放松一下，休息休息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到了隔离的酒店了，刚刚进来坐下，这是我的床，窗户外边还有一个窗户。窗户外边这样的，这是我的酒店，隔离酒店。到了隔离的酒店。